呢個係最新嘅天氣狀況。因應警方要求，荃灣線及九龍線車出發停金鐘站，南港島線到黃金鐘至海洋公園站車服務暫停，南港島線到黃海洋公園至海怡半島站車服務維持四分半鐘一班。乘搭荃灣線黃港島線各站以及乘搭港島線黃荃灣線嘅客，可在中環站轉車。由於各站車站人流較多，上落車時間可能稍為延長。受影響嘅乘客請使用其他交通工具。你可以喺 MTR 包廂落座，呢啲咧係佢嘅話嘅行程。我建議你提供免費接駁巴士，由港海洋公園和天地之城。有進一步消息，我哋會盡快通知大家。令你嘅旅程受到影響，請你注意。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and understanding.